保养不是只有表面哦，每天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，由内而外提供身体的必要养分，皮肤自然就会晶透亮。我的养生之道就是多喝水，我对吃进身体里的食物也尽量多样化，多吃当季当地对生态友善的食物，既时尚又能爱护地球。想吃美味的油醋酱，很简单的，将苹果醋、柠檬汁、橄榄油和蒜末与适量的黑胡椒一起拌匀，就是好吃不腻的油醋酱。早上来一份杂粮面包，佐柠檬油醋生菜沙拉，开启了一天的活力。国健署出的健康不难，这样生活就对了。照着书中简单的法则照表操课，健康垂手可得，而且无价。